其实因为我很少讲话，那我想今天各位啊，也是他们大学最后一场音乐会啊，那今天他们两位哦，我们真的蛮值得跟他们庆贺，说他们今天晚上两位都吹得不错，有职业水准哦。那这个曲子事实上就是给他们最后一个留恋哦。那我想希望他们离开清大之后，不要就管乐之路就断掉哦，以后在上班工作还是有地方可以吹乐团哦。那我希望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喜欢管乐的话，永远不嫌晚。哦，就我所知，新竹县就有新竹县管乐团哦，而且事实上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参加哦，也不要担心说你不会吹哦，不会吹也有初级的哦，只要你喜欢，你都可以自己哦找人帮你哦教一教，大概很快就会上手。好，哦，那希望这一首曲子你们会喜欢，谢谢。